吗？怎么可能没有？那你在几楼看到？几楼啊？我想一下，一楼也有，二楼，每一层都有，都有。那你有没有抓过人？刚好在厕所。可能因为我巡的时间刚好是没有小偷的时间，所以我都很容易用早休啊，午休，有时候我会派小尖兵。扫的时候就会跟我反映，哦，老师，我今天又发现了什么垃圾什么垃圾。对，就是早餐啊，其实大部分是早餐的垃圾。对啊，请问小朋友，你在厕所里面看到早餐垃圾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谢谢。同学们正在辛苦的扫厕所。早餐没吃过早餐，对啊，他每天都丢早餐，那不用吃是吗？哦，不是，他还没想好主意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躲在学校的厕所里面，看是谁把早餐丢在厕所里的。好，我来分担，我真的可以。现在这里没有人，我要赶快把早餐的厕丢在厕所里。抓了，就是你，就是你把早餐的厕丢在厕所，害我每天都要吃早餐。对啊，这两个小时吗？对不起。老师都是个同学啦，每次都把自己不想吃的早餐丢在厕所里面，害我们家清道很晚，然后最后还被你骂。好，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